这雪落质量可怪没落下来吧哈？我昨天晚上走的，晓得哪只落打不打我也不晓得。他这哪天就想去吃吧？哎，你也打得起哇？嗯。哎呀，终于要回来了。嗯，还要等两天。他要等他们也落回来，要上班，有些也没放假。哎呀。又打。你打了我。我就整米去了。哦。跑两三个小时要得了，把榛子扔哈，给盘儿打湿，包的这个。要得了，上去了。咦，要得了。哎呀，打吃饱了。哎呀，我来。嘿，咋？咦。你要是你肉，你不要你要不要团了你打。要得了对。嗯，还没有饭的话，你也打起来再吃点。好，好。等等等等，站好水，老九。好，可以了。我老早就想去吃饱了。我晓得你想去玩嘞，快点。我要改行业，我炭火烤香得很。你开始往那儿烤噻，然后就，那我再打湿哈。哎呦！你要去翻哈。哎呦！还差点尿。快点，你这下面这也没打的，再穿凉多就要得了。要得！哎！一走！一走！一走！啊！哎呀，吹不起来了。这么水打湿啊？嗯，这是放干呀？这起热很的，车厢。快点。嗯。多起点，你把你给你腰搞干净。你不起啊？你够起啊？腰得很。嘿。哎呀，堂哥，快好久没有酒过吃饱了。你把手你不在了不是？快点，我就拿盆盆来。我然后就小拖家的。啊，打没有，他是洗头赚钱啊，打给啥水吃吧？你要给他起起烟还是香搞哈？香了，我这身半夜给谁起起嘛香？咦？嗯。不浪费。起点热哈流。正好要煲汤啊。啊。吃饱要趁热气哦。哦，了解了。喂，买豆米来不？我去。你拿去吧。我也拿去，哎，我先拿个小点，我小点再拿个。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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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OK。我这个小点还安逸，里头今晚是豆米。那我吃饱又去玩一会儿，把房子玩一天哈。嗯。那上个下。你在那边去了要安尿，然后你不是你再起来不安尿，你肯定不啦。嗯。现在不是也开人喽？是的，确实。是好在这儿煮火了噻，光待一待吃饱上山就完够了哈。那火一烧起来就可以啊。是啊。真的是关键，说明这样像过月子的，火一烧就不着火了。呵呵。哎，年轻人也不长进的了。嗯。还没有多久啊。是啊，你快点去等吃饱，